碗汤，两块姜，三片紫苏，保安康。它有什么营养作用吗？它那三个啊，加在一起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生阳。营养赤小豆，利水又消肿。我那时候在学校啊，吹小号的，使劲吹号的时候就容易炸腮，炸腮什么？炸腮就腮腺炎，对，腮腺炎，腮腺肿啊，肿起来吗？赤小豆能治这个病。今天的节目让铁峰老师带您吃出营养，更健康。健康饮食，服从口入。大家好，我是王振华。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振华老师你好。铁峰老师好。铁峰，临床医学毕业，中医养生营养师，国家一级播音员。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哎呀，今天我一看这待遇挺好啊，每人这种面前都放了一碗汤，这碗汤是让喝还是不让喝的？肯定是给你们喝的呀！啊，我也有，我都喝完了，是吧？尝尝味儿怎么样？来，那就喝了。好东西，好东西，来，彼此敬一下，好呀！来敬一下，就是有点烫手，这个108酱，这是有点烫手。哎，红豆汤是吧？哎呀，是，我也喝出来的。哎，这就是红豆汤啊。哎，我觉得这里再加点冰糖啊，就好，这甜味儿不太浓，是吧？你播完你怎么样？我感觉我这压根儿好像就没有什么甜味儿。你看我这颜色呗，比你的深。你知道为啥吗？我加红糖啊，所以我这特别好喝。这偏心眼儿啊，黄老师，这我这就什么都不放啊。他这样哈，你说就你们几个人当中，就他血糖今儿高明儿低的你说你跟胖阿姨喝能一样吗？我就不是，就这个看人下菜，你这样有道理。是啊，我喝的也是没加糖的是不是啊？哎呀，但是这个老铁今天怎么为什么对要给我们准备这个红豆汤呢？拥护啥？拥护啥呀？那天下完节目之后，你胖阿姨啊，不都说这个腿肿吗？是啊，咱也跟着凑过来，我也肿。我说你，我就寻思给你们弄点能够消肿的汤水水吗？这能消水肿？对呀，所以你咱们我最喜欢和铁峰老师一起做节目啊，他关心你，知道吗？而且特别细心。这就是昨天下节目的时候，我跟胖阿姨就说了一嘴，其实就随便说了一下，是吧？今天就有红豆汤了。哎呀，铁峰老师真有心。但是我得纠正一下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可不是红豆汤，这不是红豆汤，还不是，咱喝错了吗？太是红豆汤了！哎呀，我一看我特别熟悉，一看就是红豆，是不是？是啊，对呀，这是红豆嘛，那还有啥豆啊？我这感觉就是红豆汤。对呀，难道这是黄豆汤吗？但真不是红豆。哦，那是什么？为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叫什么？这叫赤小豆。哎，啊，赤小豆。赤小豆。赤小豆。赤小豆跟红豆可不一样。不一回事儿。我跟你讲啊，老话，我小时候不大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过，是吧？一碗汤，两块姜，三片紫苏，保安康。你这有韵辙。我今天跟大家就讲讲我这个压箱底儿的营养秘诀。挺好。不是，我这个挺好啊，我背背这词儿啊，这一碗汤，两块姜，三片紫苏保安康，我记住了啊。那汤就是那个赤小豆汤呗，是吧？但是姜和紫苏。紫苏不就是我那方向锅种就是吗？枫叶吗？啊，对呀。它有什么营养作用吗？它那三个啊，加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生阳。啊，生举阳，阳啊，它有助于阳气生发的作用啊，所以说它就有助于延长我们的寿命。大家要是对长寿方感兴趣，我可以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哎呀，太感兴趣了，铁峰老师，赶紧给我们说一说。咱们今天先给大家讲这一碗汤，行吗？按顺序来，一碗汤，一碗汤里是什么呀？赤小豆。我跟你说，铁峰老师啊，你这一说这个赤小豆啊，哎，我还真的是没买过啊，因为我觉得我呢好像
就见过那个红小豆啊，去菜市场问人家老板说了，什么是小豆啊？那红小豆是小豆都一样啊，一样一样，都红豆。嗯，我就知道你们得这么说。是啊，哎，准备好了都。哎，这两样，我把他俩放一起，嗯，你就知道他一样不一样了。这是红豆啊，这是赤小豆，你看他俩一样吗？赤小豆，它这个颜色啊，它没有红小豆那么亮。哦，你看啊，它颜色发深，是，对，哎，发暗，嗯，红豆呢就比较光鲜，对，哎，这是它们之间区别啊，嗯，哎，单独看的时候这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这搁在一起这对比就比较明显，对对对，赤小豆，嗯，就像，记住啊，这你印象一定，你能记住啊，一个苗条少女，哎，绿茶的，哎哎，那个小豆就。哎呀，别停了，开了，短头发，这是最好认的。口感不一样。嗯，红豆啊和赤小豆比起来，香味儿更浓一些。嗯啊，而且这个红豆哈，煮熟了之后，更加软糯。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做豆沙馅儿，都用这个红豆，红豆，对吧？对，对，赤小豆不行，赤小豆在这方面要差一些，口感偏硬，煮时间长了之后吧，还硌牙，所以相对于做食物来讲，赤小豆的口感要差。嗯，您一说这个豆沙馅儿，哎，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就吃那个年豆包。对，东北，你说就我们小，咱不说现在，咱们小的时候，那谁能离开年豆包过年呢？对对对对对，对不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嗯，那时候过年啊，一家人搁炕桌上一围，那干啥？嗯，粘豆馅儿。哎，莫凡没干过这活儿。没有，一到包年豆包的时候，得全家上，全回来，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活儿。啊。豆子得提前泡，对，是泡一宿还是几宿？我记不住了啊，最少得一宿，然后就煮、蒸、煮，对吧？大锅，对吧？煮完了之后拿擀面杖啊，啊，那个时候有拿酒瓶子的，是，反正有啥工具用啥工具，这豆子咔咔擀成馅儿，对不对？那个时候也不放白糖。没有啊，糖精，糖精，糖精这个东西有个特点，放好了匀乎了，哎，好吃，甜的，好吃，对，要是没打开团儿，哎，有那一块儿到，或者放多了，那就不是甜的了，光吃我，真苦啊，但到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正好哥，我不知道你什么样啊，就是糖什么都放好了，不得放凉吗？放一边儿的时候，我们就该上手了，对，开始。那个光吃那个豆馅儿，哎呀，嘴急的时候，基本上手指都被烫一下，还没凉透呢，是吧？那得放凉啊。那时候这个捣豆沙这个活啊，孩子们都抢着抢着干，因为他有便宜，是吧？偷吃。对，等蒸好了，谁去开锅的时候还得喊一句呢，蒸蒸日上这句话咱们会说，传统，哎，民俗，喊这个蒸蒸日上，然后出锅的时候啊，那粘豆包烫着吧。是吧？这烫才粘。大人往往就在这个凉水里，他沾一下手，然后把那拿出来，然后拿那个苞米叶子，他刚才说那个苏子叶，还有那叫我们这叫玻璃叶，玻璃叶啊，把这个托着底儿包起来，然后呢码在这个盘子里，它好不沾底。哎，您人是说说啊，这个苏子，绿的我们叫苏子，是吧？对呀。刚才说叫紫苏，我是在这里面，我好像我老家地方还过去都是绿的多。刚才老铁也说了，说紫苏这个东西好。虽然我不知道它怎么个好法，但是这么一看，养生的智慧也是无处不在的，是吧？过去的孩子们手摸着这个粘豆包啊，他看着好像他不怎么烫，因为这个粘的东西，它这个冒气不像那个别的冒的那么大，它就哎一碰就烫了，然后身边没有水，大人人家有凉水，小孩就直接就放嘴里了，就是对，嘴急，哎，咬得快，哎，这一下，这都是经常干啊，但不是卖萌啊，是真烫啊，那时候。它不仅仅是吃美食，知道吧？它有深刻的感情在里面，亲情在里面。哎，对，其乐融融。对，其实我觉得啊，李鹏老师还有郑华老师，我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平时你根本吃不到粘豆包，你说能不
胖吗？哎呀，攒呐、啊、攒呐、啊，就是哎呀，快过春节了，那个时候啊，必须得是过年的时候，还得是就是大冬天，然后你要把那个这个才能包这一锅年豆包。你想着人们能不馋吗？尤其是孩子们，你说这烫嘴啊，就是特别的正常。所以这时候我还想起来家门口的那个什么贴那个红对联，还有那个就是栅栏上那个白雪，哎呀白雪红莲、哎、对、特别好看。你们说的特别有画面感、但是我就不明白哈、就为什么就非得冬天做年豆包、夏天不能做吗？你看你看莫凡呗、莫凡还不是咱们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不懂、夏天做年豆包、一共有多少豆子还舍得夏天做年豆包，就过年吃，那都是攒攒，一直要攒都快过年了，然后你才去把这个年豆包做了、年味儿嘛。一个是那个时候那个红豆绿豆啊，不是你随时想吃它就能吃到的，对啊，是吧？你像城里城市的居民，那是用杂粮票换的，那时候一年到头攒下那个红豆和这个白糖，等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做这个年豆包。还有就是以前做年豆包的米啊，叫梅子，我也是前两天读音叫梅，但是我打小到大就我爸爸我爷爷一直管、我们东北人就管它叫糜子，对，我们都叫、就是那种粘小饼儿，这糜子就打下来了，它这个秸秆干什么呢、就是做那个就是扫炕那笤帚，那时候咱们这个叫这东西名称非常准确啊，对啊，刷锅那叫东北话叫刷帚，刷帚扫地的叫笤帚，扫院子叫扫帚，对，我说的不一样，是是是，对，那咱说的这是杆儿啊，那打下来的米磨成面儿，哎，就能做年豆包，但是为什么冬天做？它利于保存啊，对，剩下它能冻上，对，咱们吃年豆包一般都是冻的，都得挂外头，知道吗？没有冰箱，对，然后冻上、然后就放在大缸里。你看现在啊，咱们一说这个赤小豆，这个红小豆，说它不一样，那以前咱是不了解，不知道啊，那现在就是知道了，哎，我就还挺好奇，就是我一直想知道什么赤小豆红小豆是不是它在作用上也会不一样的、区别、其实我对、我就想知道这事儿、肯定首先是不一样、赤小豆其性平，味甘酸，入心和小肠两经、主要作用是利水消肿、解毒排脓。过去呢，中医啊用它干什么呢？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这是有记载的啊。这个红豆呢，也跟赤小豆一样，也有类似的功效，但是没它那么猛，没它劲儿大啊、没有它作用那么高，药用价值没有赤小豆高，你要拿红豆入药不行，这不行，入不了药，赤小豆是入药的哦、所以大家今天千万别小看这个赤小豆汤啊，做法很简单啊，但是人上了年纪啊，像我们这年纪啊，久坐下肢水肿、包括有一些肾功能有点问题导致水肿的，都可以起到缓解、有这个作用。铁峰老师，你这么一说，这个赤小豆这个药的作用还挺大的、是吧？我感觉我特别需要这东西的、水煮呗，真是这么回事、但是提前呢得把这个赤小豆拿水泡、泡好了之后上锅加水盖盖开大火、咕噜咕噜咕噜15分钟、然后小火再焖它个7-8分的、主要看什么？看这汤、这汤要变成枣红色了 变成枣红色了就可以喝这汤了，就可以喝、当然得放凉啊。但我觉得最容易坚持的啊、就是每天做米饭的时候、大家都得焖饭嘛、头天晚上把小豆泡好，第二天早上焖饭的时候把这小豆往里一煎，撒一把进去，哎，这比较省事儿、做这个赤小豆饭。我还是觉得啊，这个赤小豆汤，因为现在知道了嘛、就是这个赤小豆啊，挺好喝的，好喝，你知道吗？挺好喝。是您那放红糖了，能不好喝吗？赤小豆汤，你跟药比，你觉得莫凡能怎么样？
那肯定这个虽然不加红糖那好喝，是不是？他肯定是美味了。算你有良心。我们喝赤小豆汤是为了健康，用营养菜能解决的健康问题，谁爱吃啊？啊，对呀。对不对？嗯，能用外源性补充营养素解决问题的，谁愿意天天往医院跑啊？对，这个我赞同，赞成，这个我赞同。但是吧，铁峰老师，我小时候我背过一首诗，王维的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就是从那时候我就知道红豆了，大点时候，然后后来知道吧，哎呀，这红豆还能送小姑娘啊。但是这诗句里那个红豆，您说是哪种？首先啊，纠正一点啊，这个此红豆非彼红豆啊，哦，这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啊。这个诗里说的那个红豆，那红豆啊啊，最相思啊，那有毒啊，哦，可千万别把那个炖汤啊。过去讲我们流行的红豆饰品，戴手串的、项链的红豆哈，上边有个黑的，知道吗？一段红的那个，知道吗？就手串什么用的？哎，对，有些景点都卖。对对对，哎，这我最清楚了。哎，我有一次啊，就是出去这个旅游的时候。年轻嘛，就在景点上看那个，就喜欢了，爱卖这个，不是我喜欢啦，那个时候不是正谈恋爱呢嘛，人家卖的，那家说，哎呀，会推销，特别会忽悠啊，哎，这个你得买啊，这个叫相思子，这个你要送给你心爱的人，哎，特别好，哎呀，给我收了一大堆，最后我就买了。阿姨说的对，就是那年我儿子跟他妈去云南，买回来的也是这东西，是吧？啊，就这个东西哈，就是他说这红豆哈，主要就是两广啊，云贵一带产这个东西，又叫鸡母珠，是豆科相思子属的，是有毒的一种植物，这个必须搞清楚啊。莫凡说的这种豆子啊，自己不要随意采摘，啊，轻易佩戴，或者是往嘴里放，那玩意儿根本不能吃。莫凡，记住啊，听见没？别管，不会吃，这东西是不能用的。阿姨，您那个还留着呢吗？哎呀，多少年了？对，要没有就太好了，是不是？你毕竟万一早就那个不知道从哪去了，再给没有，再给嚼了。爱情是碗毒药汤啊！哎，别，还该说这营养菜了。那今天营养菜，我估计啊，肯定就是这碗，咱们已经给喝了，就是这碗红，就这热汤，哎，就这汤啊，肯定不是啊，哎呀，啊，还有别的，还有比这好的，它哪能就一碗汤啊？这个赤小豆功效是很多的，哦，比如说过去啊，中医用赤小豆，能给孕妇通乳，哦，哎，这个老百姓叫下奶，对吧？还有咱们小时候有一种病，大灾，对，哎呀，特别容易那样，你知道吗？就开始肿的很，好高。我那时候在学校啊，吹小号的，哎，就使劲吹号的时候就容易炸腮，炸腮什么？炸腮就腮腺炎，对，腮腺炎，腮腺肿啊，肿起来吗？赤小豆能治这个病，哎，而且呢，赤小豆刚才我们讲它能生阳，赤小豆是红色的，在中医里只要红色对应的五脏都对应五色嘛，对应的就是心脏，心生血主藏神，心脏就是人体的发动机，它给人体泵血，所以这人经常喝点赤小豆汤，能提升心阳，心阳充沛，百脉充沛啊！那今天咱们这道营养菜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能够清热解毒、补虚消肿的赤小豆营养菜。哎，你看那些啊，久站久坐下肢水肿的，特别那种肾源性水肿的啊，大家一定要学会这道营养菜，叫什么呢？赤小豆鲤鱼汤。哎，这好哎！听这名就，哎，是味道鲜美啊！味道肯定是鲜美啊！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不难。准备食材，赤小豆我们准备500克，新鲜鲤鱼一条，葱姜这都得有。做法是赤小豆得先洗干净，提前一天得泡，泡发了才能做这道菜。
的时候呀、啊，起锅烧油啊，咱讲热锅冷油，嗯，是吧？把这个鲤鱼两面先给它煎一煎，嗯，定型，然后往这炖锅里加水，先把小豆加在锅里头，小火慢炖，得炖多长时间呢？炖30分钟以上，嗯，当然30分钟不够。时间到了之后，再把这鱼下锅里，嗯，加到这汤锅里头，嗯啊，然后加葱啊、姜啊，再加点料酒，然后盖盖焖，嗯，也是再焖半个小时，小火焖。最后呢，就是加盐调味儿。这道菜呢，大家需要注意点，少放盐，嗯嗯啊，其他的调味料能不加。尽量不加，嗯，就我说这些，嗯啊，喝汤吃鱼，嗯，中医认为鲤鱼本身就利水，嗯，跟赤小豆一起煮，这个利水的作用就更强了。电视机前呢，可别光顾着看啊，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咱们微信，输入赤小豆3个字，就可以收到图文菜谱。我这儿有位微友叫米花，嗯，他说了，最近特别没有食欲。拔罐刮痧都用了，他说想知道有什么吃的方法能帮着去一下湿气。祛湿的食物还是很多的。你看我这，我其实最近哈，嗯，经常这个薏米、茯苓等等的换量吃，嗯，这些东西最开始我还是真不爱吃，嗯，但是吃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感觉这个人清爽了不少，哎，食欲也上来了。记住啊，嗯，祛湿的饮食不是说你吃上之后马上就见效的，嗯，它一定要有个过程，嗯，这个过程是慢慢改变的。你看郑华老师说，嗯，我轻快了，嗯，对吧？轻快了，薏米熬粥也行，炒完了之后打粉，和在面里头也行，茯苓啊做成糕点吧，嗯，也可以。行啊，就是方法特别特别多，嗯，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啊，嗯，这个大家想要什么方法啊，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嗯，搁电子菜单里能找到，嗯，图文并茂，照着做就行。我这儿啊有一个微友，他的名字叫平易近人，嗯，他说我爱人呢150多斤，哎呀，就是头发脸上爱出油，嗯，天天早上起来那眼睛啊都是肿的，嗯，一动就出汗，哎呀，总吵吵累呀累呀，这个天天下午都得倒床上睡了2小时，嗯，就是按照铁峰老师直播说的这个湿气自测，嗯，我看他舌头挺白的呀，嗯，但是舌头上没有印儿，嗯，是不是湿气重啊？嗯，应该吃点啥呢？舌体呀，啊，白，那说明有寒，嗯，然后呢，齿痕明显，不爱动弹，这是疲惫，嗯，这典型的湿气重，湿气重，嗯，那个最近我身边的人啊，很多都跟着铁峰老师做了这个湿气自测，嗯，湿气大的人不少啊，哎，10人9湿啊，这个时间点对湿气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危害极大，嗯。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呢扫码啊。这个看看自己身体里的湿气到底是个什么样，嗯，有了湿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嗯，这个事儿是一个健康选择，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莫凡说我们苦口婆心呐，大家别辜负了我们，嗯，祛湿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健脾，嗯啊，只要把脾气补上来了，湿气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己把它清理掉，嗯，啊，这个茯苓啊、干姜啊、玉米须啊、薏仁啊，嗯，都可以泡水，主动饮水，多上厕所啊，平时多运动啊，吃完饭歇一会儿就可以出去散步，就可以走，嗯，条件允许，当然能吃膏最好，膏浓度大，嗯，像刚才我说的茯苓啊、干姜、玉米须的薏仁啊，哎，浓缩成膏，哎，浓度大，效果就好，而且口感也好，容易接受。有很多人喝这个中药啊，吃汤药吃不下去，嗯，他坚持不了，对，就因为口感不好，对，如果口感好就能坚持住，嗯，啊，我这有个微友啊叫微风拂柳，他说了，老他老公睡觉冒油啊，床单上都能睡出个人形的油渍，哎呦，说特别是枕头那洗都洗不出来了，嗯，给他自测湿气很大，说家里有薏米，但是就是不爱吃。说铁峰老师有啥做法能让这个口味啊好一点？
这个薏米啊，这口味是比较淡，不爱吃。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要往里加点红豆，做薏米红豆粥。有的人往粥里加点蜂蜜，这都可以调口味。但是我们现在在调身体，不是在这儿吃大餐，就是心理上得有准备。口味啊，必要的时候该改是要改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变你的健康状态。是，夫妻两个可以互相做一些这个按摩，比如说足三里啊，丰隆啊，这些都能帮我们很好。